起吃的东西，我去研究才有吃的。回去如果发烧，会不会自己退烧？好，来，我们呢今天呢最新的一个病例数是在1089例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昨天到12点截止，也有我们今天的这个1000多个案例是怎么来的。那还是一样哦，在我们18岁到50岁这个案例中，那大概都差不多是在50%哦。但是咱这个又去的哦，有较活跃一点哦，18岁以下到了 19.4%， 咱65岁以上的长辈也只在 12.4%， 有稍微这个下降一点哦。这是我们在7月10号我们依照年龄层的一个这个分布哦，跟大家做分析。好，来，我们的这些案例其中呢，在外县市医院给咱通报的有231人，占 21.2%， 咱的外籍移工呢有37人，占 3.4%，那你长期机长照机构住民跟员工也有34%哈，那这里是占了大概3.1%，那其中外县市跟外籍移工，哇，这个有较悬哦，占到24.6%哈。那居家隔离、居家检疫期间发病的有194人，那也有到了17.8%。我们同户确诊的有79人，占7.2%。单一个个案呢，确诊的有512人，是 46.9%， 洗肾的有2人，那大概占 0.2%， 那肾脏的有1人，占 0.1%， 境外的也有2个，占 0.2%， 总共是1092人。